这个图是什么意思？我操，这么多怪啊！啊，蹲着。哎，什么鬼？哦，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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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只要躲住就可以了，好像是。我操，这么多管道，进哪一个呢？哪个是对的？啊，我就蹲下爆头就可以了，蹲下爆头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要死了。这个水母。这哪一个呀？这哪一个是对的呀？哎呀，这尼玛！哎呀，我操！等一下，OK， 漂亮，哟，哎，我操，这个还会飞啊，操你妹！哎。这什么鬼啊，这样哟，哦哦，我操，这图好难啊，你妈，这就通关了，真他妈简单，我操，真他妈简单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图看起来有点难度，有点小难度，这个图还可以啊，等着过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新送的三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我们的小新。哎，操！哎，我操，蘑菇都吃不到。他不是让我飞，他提个前面提示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这个破壁丸，你妈真恶心。这个门进管道，这就过关了。妈脑残图，真他妈脑残啊。这过关了。真他妈简单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下管道。
这些他们的软软病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软软病，谢小南瓜送大厅。嗯，这个图什么意思？我操，里面有鬼！这个图怎么背景音乐都没有啊？啊？哦哦哦！哎呦！哎呦，我擦！大的踩不了。啊，进门。哎，我的天，这图有难度。啊，操！我操！哎！哎，哎，什么东西？这怎么过去呢？这边过不去啊！啊，哎，什么鬼啊？那我从哪边走啊？啊？我跳得好高啊，这个不对，跳不过去啊，我操。哎，我操，里面又是个脑残图是吧，是不是？你妈，加拿大，加拿大人做的图，这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样啊，每个人做图不一样，当然画风不一样。我操！别告诉我要下去哦，下面。应该是要下去。哎呀，完了！我操！我卡住了！我操！我卡住了！哦，这脑残图真他妈脑残，什么意思啊？